太成功的样子。我先失败了。你是谁？下一个游戏是我们两个人默契大挑战的感觉。这个是很重要。辛苦了，大姐，全部都是我的问题。对呀、啊，你的问题啊，都知道了。对不起。那不要了，你知道的话不要继续玩吧，这样可以结束了。最后的，给我 last chance。我的爸爸。下一个游戏是新天 star 的游戏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一个软棒的游戏。新天使的哈多利，没错，你要接住我打下去的软棒。这谁打我？哎，我讲，还是讲？对的，哎，准备好了？开心的样子？没有没有，这听起来有那么大的压力吗？所以我们两个人比阿国讲的，我们默契很好的话，当然可以赢了。对，我只要测验你们的默契而已。是，真的吗？没有吧？有我那么有很大的问题、啊、我相信你们。不是不是吓到我耶，吓到我而已啊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为什么那么开心的样子？开始了吗？那么讨厌我吗？开始了。那再点给我 Q 点好不好、啊、我说嗨，你听到我的嗨马上 OK。 嗨嗨，再开始了。嗯，不是嗨你嗨你啊，嗨嗨嗨你的火太热，所以没办法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样，哎呀，这样吧，这样 OK， 这样。嗨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太没逼，太没逼了，这样子。再讲一次。好。嗨！太痛了，你的手很痛啊。这样没办法，要换气啊。啊，就慢慢的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哎，这个是假的，这个是假的，啊，这个是假的，快点给我 Q 点好不好？不是，我以为这个是假的，不相信我打，还有，我们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要放弃啊！那期待的游戏是这个，叩いてかぶってじゃんけんぽん，这是什么？新天使的哈多利你不会啊？怎么会叩いてかぶってじゃんけんぽん啊，这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会放手啊。可是攻击别人的话，我会。叩いてかぶってじゃんけんぽん的话，剪刀石头布印的话，我可以的。一点都没有道理啊！我会有自信。也是二对一嘛。是。来，不是二对一啊，二对一啊。没有，这样啊，二一、啊。我先说明一下规则哦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先猜拳，猜拳输的人要拿这个，然后戴在头上，另外一个人要赶快拿软棒打对方 ，OK 吗 ？OK， 不 OK 吧？你这真的会吗？啊，鬼子那么讨厌我、啊，那开始我什么呢？啊，拜托你哦 ，OK， 那。剪刀石头布，再次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啦，太慢了吧？怎么太慢了？对，你也是那个一的话，三剪 OK 啊？剪刀石头布，呀，就是，对，这样动作啊，对，可以吗？对。你有地上的手吗 ？OK， 这样 OK 了。
还要不能学。阿哥讲你也是。我没有提上的手啊，但你没有提上的手啊。可以可以这样 OK 了啊。那我刚刚都拿，你负责拿的这个。啊 ，OK 吗？可以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等一下，你那太有品种啊。看不到啊，你那再有默契。好了好了，你那可有默契啊。我一个人没有默契就可以啊。剪刀石头布。啊，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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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。我们没有默契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两个有默契，来结束了。我们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要放弃啊！那期待的又是谁？杰哥，你呀、啊，谁知道接下来的游戏啊？